第二十四题，在五到十五秒间，车子的平均加速度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？我们晓得平均加速的公式就是 delta t delta v， 也就是计时开始速度一，计时结束速度二，然后我们这样相减，所以计时开始五秒，速度呢是二十，计时结束呢是十五秒，速度呢是零，所以呢底下是十，上面是负二十，所以算出来答案呢是负二。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，车子的平均加速度为多少公尺每秒每秒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负二。